下来，你给我赶下来，哈哈。EA16 招潮蟹射指导拿回来两个，现在是今天是2月2日了，2022年2月2日，农历是111年1月2日初二，吃初二，今年是虎年，虎年的第二天。抱回来已经十几天了，还在虎年，但是有弄很多东西给他吃啊，鸡肉啊。香蕉啊，还有水果啊，还有菜，菜他都不吃，都不吃菜，他是吃微生物，微生物里面东西放久一点就变成了微生物，要加一点点水，还有泥土让它转。没想到家真的活得好好的，这总算这个是小孩了，可能今年刚出生，去年八月刚出生的，这个应该是老的，这个是真正的那个招潮蟹，还有一个大螯。两只小猴，那个很吓人，上次一直掉下来，不高不敢下来。看你下回去不能下，太高了。一小鳌，一只大鳌，两只小鳌。一只小鳌，那个。
16高潮蟹社子岛然后有两个现在是今天是2月2日2022年2月2日农历是111年1月2日初二吃初二今年是虎年虎年的第二天抓回来也可以十几天了还在虎年但是有很多东西给他吃啊鸡肉啊香蕉啊，还有水果啊，还有菜，菜他都不吃，他不吃菜，他是吃微生物。微生物里面东西放久一点就变成了微生物，要加点点水，还有泥土，让它转。没想到他真的活得好好的这种算这个是最小的可能今年刚出生去年大约刚出生的样子这个应该是老的这个是真正的那个招潮蟹还有一个大螯两只小猴那个底下的上次一直掉下来就把它放下来跟你下回去不能下来了太高了一小鳌一只大鳌两只小鳌一只小鳌没有看到